务服务员，我们介绍人家老阿姨，我就感觉特别牢。你几岁了？我今年30岁。我今年十四岁。我30，你14，你说他16岁，叫我大姐姐也好，叫我服务员也好，你叫我老阿姨，我就感觉特别牢。那我又不知道你几岁了，你跟我爸是不是在一样关系啊？我这家银行老阿姨，我不承认，我不想当你老阿姨。我没说你老阿姨，阿姨是对你的一个尊称。我觉得叫你服务员不礼貌，我就叫你阿姨了呀。你叫我服务员，我能接受；你叫我阿姨，我就感觉特别牢。你几岁了？我今年30岁。我今年14岁。我30，你14，你叫他16岁，我16岁，我不可能生小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叫我大姐姐也好，叫我服务员也好，你叫我老阿姨，我就感觉特别牢。那我又不知道你几岁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以后，那人家小朋友十四，我他还叫我阿姨呢，我都没有生气。那这边的话，那你跟我爸是不是在一样关系啊？这边你说我生气也好，那就是我的不对。然后的话，确实是你这样叫我阿姨，我心里确实我没有礼仪，我就是有一点不舒服。那你可以说呀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我肯定不舒服的呀。不过我没有说是生你的气，然后你这边说我生气，我没有说你生气，我觉得你的态度很奇怪，你老服务员都这样了。不是说阿姨老服务员都是这样，就是你叫我阿姨，我不专业也叫我阿姨，真的。那我又不知道你的岁数啊。说是唱歌听歌都要收费啊，他就站到那个后门就拦住不让下车人下车。上了车之后，他就拿出手机，就说要唱歌，然后他就唱了一，就说是唱歌听歌都要收费啊，多少钱不细，然后就站到那个后门就拦住不让下车人下车，等下车的必须得给钱。厕所。你要不就要吧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妈，你放开我叫你退的，你不天天工作呀？你尝试个地方，结果我尝试我就是。